回到自己的宿舍。如果今晚每一个宿舍我没有走到，那是我的责任。如果今晚每一个宿舍的哪个同学有意见，都可以谈，都可以提。你先把墙拆了。同学们，请大家，我今天是专门收集的，请大家有。所以请大家现在我做第一件事，请大家把手上的手机放下，保护嘴巴。我做第一件事，如果我做你吗？大家拿手机。三二一追新闻。